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这个新衣服真的相当不错。当我看到他的第二眼，原来你喜欢玩捆绑，看来今晚的玩法已经定下来了。当我看到他的第三眼，你有看到他的手势吗？他每晚都是这样弄我的。喝酒，我是柠檬。我们身为一个健康、阳光、岌岌可危的频道，看到星期日，我只想说，等了好几个版本，总算可以玩到它了。你问我怎么玩？你有看到这个正在蠢蠢欲动的荆棘吗？我跟他一样都在蠢蠢欲动，等他分心的时候就能直接一睡。不得不说，这段例会真的很美，不管是上面那深邃的星空，还是下面那优雅的云层，都让我意犹未尽。这么说来，这个鸟有紧致的鸟巢，它则是有相当庞大的星空，可以塞满我的大型火箭。这么说来，你有看到吗？它另一只手的手势也是相当完美，毕竟是我教它的，因为我每晚都是这样弄它的。你问我为什么用三个？因为它被我玩的太多次，所以相当松弛，幸好我的很大，可以填满它。